怎么回事？好像撞上了一头充满弹性的墙壁，我的冲力有多少，直接被反弹而回。我也一样，看来从阶梯的位置开始，就是海神之光真正笼罩的范围了。戴老大，你用少量魂力朝斜上方发射一道白狐烈光波试试。第二魂技。 白狐烈光波，看来我猜的没错，海神之光是一个霸道的防护罩，能够反弹任何攻击，并且只反弹给发动攻击的人。小三说的对，否则刚才我这斜射而出的白狐烈光波，应该是反弹到斜上方空中才对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岂不是不能使用任何技能？哎呀，这考验真变态！ 那我们要怎么才能上去啊？我们的考验这么难，那香香的考验，白沉香，如果你已经准备好，请于海中海内接受海幻兽的考验。我已准备好。 再试试，顶着压力慢慢攀登。 我仿佛是个被不断挤压的气球，即将被弹出去，而且魂力开始快速消耗，压力在增强，压力如潮水般奔涌而至，到这第五级台阶，恐怕30级的魂师魂力已经耗尽了。